大家好，我是秋彦，我玩了花式足球15年。屋企方面开头就不支持的，但是慢慢玩落啊，有些报章啊、访问啊，就会都有出到自己，咁屋企人睇到都觉得有个成就感，咁就慢慢接受咗呢个花式足球呢个运动。在香港生活啦，已经是一个繁忙的城市啦，咁你都要维持生计嘅，咁有冇咁多时间俾你去练习呢？咁变相就是一个困难啦。期望是有的，因为呢个都是一个梦想嚟嘅，唔单止兴趣，是一个梦想嚟嘅。两只脚未有事之前，都想尽量玩落去，呢个是我的期望。环保和梦想都是需要坚持的，香港人撑香港环保，冲啊！